好像没有，就是像刚刚的吃的，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小东西，嗯、然后跟我也很喜欢阿令，然后就爸爸做活动的时候，我有事就当小助理这样，然后刚好就追个星，然后可是特别优待，我觉得好像也还好，我是被特别关注，因为我的周围的老师全部都是爸爸的学生，爸爸的同事、哦、或是什么，然后所以比如说我从这一间教室换到另外一间教室，他也会。报备，对，不然就是我可能有舞蹈的跟科系吗？还是我是特技舞蹈哦，对，特技都是，对，都是一样，对，就是会那种前空翻那种，对，翻啊，或是人叠来叠去那种，对，然后我是觉得会被特别的监视嘛，像我有一次迟到了一下下，然后。不知道怎么传到我爸爸耳朵里面，好像就是我没有到课，就是旷课这样子。嗯，还有直接被爸爸骂到臭头。哦，所以就特别没关系啊，因为我也常被他骂，所以习惯就好了。真的是。对啊，对啊。我几次哈去接我侄女下课，然后我就发现到她越来越晚出来，我想说怎么回事呢？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到原来。我子女希望他的同学们、老师们看到说姑姑来接我，然后我说到底有什么好处嘞？他说有哦，因为比较好请假。我反而这样比较难请假哎。比如说我说我可能说跟老师说我生病，然后要请假，然后说真的吗？我打电话给我爸爸确认一下。但这时候爸爸会让你休息吗？爸爸连晚上我都已经跳一整天了，到家里，爸爸说：“哎，来练个舞啊，练一下给我看，这样子。”这个好，这个压力好大哦，这个我无法哎，都已经一跳一整天，然后回家，爸爸还要，对啊，辛苦辛苦，你看你家新二代多辛苦啦，辛苦。对于新二代的那种期望，就觉得做得好应该，做不好是不够努力，好就会突然多了这一层压力。谢谢。接下来我们听听看是佑馨的答案。你刚刚是不愿意，对，不愿意的理由是，就是呢，会发现感觉，新二代的话会常常遇到酸民，然后你们可能发就是可能发一些照片啊，然后就会被人家说，哎，你脸怎么这么大，或者说，哎，你腿怎么这么粗之类的，就会被人家放大，或者是去靠爸、靠爸、靠妈、靠妈。因为像我自己其实。就是刚刚也听了大家怎么讲，然后也就是自己也觉得说我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是新二代，我可能会扛不住这样的压力。对，那我也想要请问在座的各位，有没有遇过就是自己当下可能是就是过不去的事情？对，可是你过不去的一句话，就是过不去的事情，然后后来你要非常努力才可以解决的问题。首先我觉得最残忍的是一开始大家很爱比较，就是长相，对不对？对，爸爸妈妈漂亮的那 OK， 然后如果就是哎呦都生到爸妈的短板，哎，这好狠哦，好狠！你怎么这样讲人家？就说很狠，哇！要是我在想说哇，你要尤其是那种很年轻的，尤其还在可能小学就对大点看到的时候，你们有被这样比较过，跟就是跟家长？的长相啊，像我像爸爸，可能妈妈比较漂亮。你直接说他像爸爸，他很不开心。像我就是像爸爸，就长得，我爸常常说，你只要没刮，你如果长胡子，你出去会长得跟我一模一样。我听到真的是
非常开心。哦，所以爸爸是你的酸民，真的。可是你是比较漂亮版的蓝波老师。那我在这，我在谁？我想到你要不要出轨？没有，没有。那你最怕碰到什么样的酸民？就是会酸你的人就一定会酸你，但是还是会有人讲好的地方。然后因为我天生比较乐观一点，然后受爸爸的就是影响，然后比较乐观一点，我就会觉得说哦，那我就看好的。然后如果不好的话，如果是真的是建议，就是真的是具体的那种建议的话，我就会去改进啊什么的。但是如果是真的是无理的酸，像比如说哦你的腿很粗啊等等，我是想说嗯。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就是要健康就好了。我觉得就是大家就自信很重要，对，所以就不太会去在意。但是我比较在意的是他去酸我的家人。哦，真的？对，酸你什么家人？家人，比如说像什么？像有时候会跟妈妈啊，或是谁一起录节目，他会说哦，妈妈好老啊，或是什么，但其实根本就真的就酸家人这一点，我真的不太能接受。我也是。